原标题：英国不想归还香港，叹口风的人迂回进攻，却被邓小平一句话怼回去。1997年6月30号的午夜，全世界共同见证了一个历史时刻，在香港国际会展中心，英国的米字旗降下来了，中国的五星红旗升起来了。从此，香港结束了长达155年的英国殖民统治，回到了祖国的怀抱。这一天让无数的香港人难以入眠，在梦里辗转反侧也会笑醒，扯是游子归家的喜悦。这一天让无数的大陆人难以忘怀，干啥事都笑得合不拢嘴，这是兄弟团聚的欣慰。这一天让无数的中国人感动落泪，只为这是母子相聚、合家团圆的日子。这一天终将会被历史铭记。当然，这不平凡的一天，其谈判的过程也是堪称世纪的较量。已经在中国尝到了甜头的英国，在本本意义上，他们是绝不会让出香港的。就香港的地理位置而言，这就是一块人人垂涎若渴的肥肉。可能的话，英国会把香港一辈子留在手中。当时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踌躇满志，她在大英帝国的版图上打量着东方明珠香港。但俗话说，血浓于水，骨肉相连，本就是中国的香港，别人只能租借，却绝不可能占有，中国也绝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因此，虽英国再软弱无能的清政府手中靠强硬的手段租借走了香港，到了新中国却是绝不可能有续约的可能。而且已经是沧海桑田的英国早已经不是当初强硬的日不落帝国，新中国也早已是大国崛起。英国从1998年开始租借香港，于1997年、99年租期已到，因此英国想继续留住这块肥肉，迫切的需要和中方联系，试图争取一个有利于自己的解决方案。而麦理浩也正是带着这一使命来到北京探听风声。3月29日上午，麦理浩和邓小平正式会晤。在此次会晤中，麦理浩迂回进攻，闭口不谈实质问题，在自己的心中打着小算盘，算尽了心机想留住香港。他提出，为了保证香港繁荣，希望中国政府不要反对港英政府批准跨越1997年的土地契约，让新界的地契由原来年限规定改为本地卸载英国网管制此地区期间内有效，皆以模糊主权问题，从而事实上达成英国管辖的事实。作为一个在外交中摸爬滚打过来的政治家，邓小平一眼看出了麦理浩的心中的那些小揪揪，并就他提出的方案上针锋相对，旗帜鲜明地提出主权问题是不能够谈判的。是说中国1997年收回的问题是不能谈判，不管用什么方式谈判的题目只是一个归属问题。邓小平不慌不忙地说，现在人们担心的是香港继续投资靠不靠得住，这一点中国政府可以明确地告诉你，告诉英国政府，即使那时做出某种政治解决，也不会伤害继续投资人的利益，请投资的人放心，这是一个长期的政策。这个政策是什么？麦理浩或许还有点懵懂，但我们却是心知肚明，中国领导人已经确立了解决香港问题的立场和方针政策，那就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至此，香港回归祖国的怀抱已成定局。诚邀有志之士投稿、原创或推荐好文章，我们将第一时间发布您的内容。邮箱 10700701@qq.com。 声明：本文来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告知删除。我们对文中观点保持中立，仅供参考，文中图片均来源于网络，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